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好榮幸喺 AM 730舉辦嘅 ESG 綠色發展及碳中和大獎，獲頒發非上市公司物業管理類別嘅傑出可持續企業大獎，肯定咗我哋喺可持續發展領域上嘅努力同埋成就。同時咧，亦都鼓勵我哋要時刻創新前行，為客户提供最優質嘅物業管理服務。康業多年嚟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加強智能科技應用，唔單止制定咗一套 ESG 嘅策略，將 ESG 嘅元素融入公司嘅發展同埋營運當中，亦都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計劃，為管理物業安裝太陽能光伏板，大幅減少碳排放，支持香港喺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嘅承諾，成為可持續發展綠色都市。同時，康業心係社會，關懷社區，熱心參與各類型嘅社區活動，推動公益嘅事業。例如，我哋已經連續喺11年舉辦咗 Peace Box 祝福大行動，透過家訪同埋各類型嘅義工活動咧，每年將10,000個禮物盒咧送到弱勢社群手上，幫助有需要嘅家庭，將愛同埋祝福全遍全城。我哋重視人才培育，成為業界首間亦都係唯一一間舉辦物業管理人第二級牌照課程以及資歷架構第四級課程嘅公司，為員工提供有系統同埋高質素嘅專業培訓，進一步提升整體效率同埋服務質素。展望未來，康業將繼續秉持母公司新鴻基地產以心見家同埋以心待客嘅精神，堅守永續發展的企業原則，持續提升公司管治的水平，精益求精，滿足客戶需要，以優質貼心的服務，創新智能科技，環保智能管理，為客戶、員工、夥伴和社區創造長遠價值，締造更美好的居所，更和諧的社區。